像手机的这个，就像那个有刷二十八岁那个传感器，每个带月念一次记的时候，应该是怎么呢？是每条每条一边念一边忏悔的那么按一条，对照念，还是就那么的统统念完这几条？这个呢，就是念戒之前就要忏悔。念戒之前先忏悔，你比如说这个先忏悔，你看有没有犯错误才允许。如果没有犯错误，都忏悔干净了才允许你去诵戒。诵戒前必须忏悔，忏悔看有没有犯的，没有犯完了这回可以诵戒了。在诵戒的时候，同时呢还不断的检查自己，检查的。如果你自个儿在自个儿半月诵戒的时候，紧着念的时候，紧着知道就忏悔，但是呢，不要停，知道忏悔了，隔一会儿再忏，那搁心里先忏，完继续念，继续忏，继续念，继续忏，最后念完了以后，再把那些找出来，再通通再忏悔一次。你要半道停下来了，你一个人还好说，你要两个人、三个人，就把大伙都当。所以说那个你受六宗二十八轻，是吧？首先你除没除会三业啊？你看戒律规定了，首先在家的居士就是菩萨戒居士必须除会三业。除会三业知道吗？三业就声音大的袈裟、三衣不阿，还有这个喜障，必须除会，不除会全身就犯戒。储备但不允许你用，搁家供着，哪有出家人了完你好供养？没有的，出家人或者新出家或老出家没有的时候好供养。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他有时候误解这个不储三衣钵戒，不储三衣钵，就是你不储三衣钵，这个不允许。有的理解是不允许储，这正好给说错了。一开始那个就是请问师傅，就问师傅说，现在一般的出家的那些三衣，就是说不应该说像现在一般的说是，师傅都不用那个，也不用出在家就是完了出去，也不懂的。当时受戒时候也没那么明白，就容易出事。就是说，就是出家，一个是给自己准备，一个是给其他要受戒的人准备。比如出家人要出家，他没有三衣钵，你可以供养他；或有的丢了，你可以供养他；没有都没有，你自个儿也必须得供养，在佛前要供养。这是戒律，这是必须，因为三衣钵代表了一个将来你的就是皈依佛法的这条道。他给你带来很多的法，必须储备财。是再问一点，就是受戒的，别想自己也想好好的，就是有时候就是受不好，不知道怎么能受好这个戒，不能守好这个戒。守好这个戒，首先得有一个决心，什么决心呢？就是当我要发愿要守戒的时候，你得有一个拿生命来换戒的这种决心，不管任何因缘上，我必须以戒为生命。你比如说，在这个危险的时候你有一块木头，俩人在水里漂着，你这块木头是你自个儿要把着要扶着走啊，还是给救那个人？如果你要不救那个人，你就犯戒。所以说，一哥自个儿死了，把木板给他。你有这种决心，你比如像刚才我说买菜，本来呢就是说，便宜不能占，包括是你像有一些单位了，还有一些，有些不如法的事情，发了一些莫名其妙一些钱给你，都是那个领导啊，可能是有些领导就是从不正规的途径。那个途径来的，获得很多钱财，而且其中钱就分到你那一部分，你是要是不要，是不是？那坚决不能要。
说我要是不要，领导不满意，那就满意不满意就给我开除了，我也不要。就是说我命都能喝出去，何况一个工作更应该喝出去，所以应该有那种决心，就是我要给世间啊，在临世中我要留下正气，得有这种决心，而且还得有一个挨骂的。因为你这种世界精神和人家格格不入了，人家可以把单位证件可以拿走，你成为有能力啊，你应该不要，所以说人家说你傻，所以人家说你这一人性格不正常，你有病啊，你这都得承受，所以你得有这决心才行，是没有这个何处生病挨骂而且被开除等等这些决心，这个戒不守不好，这个戒守戒必须有这种心理准备才行。另外就是说，这想守好戒，首先从微小的地方做起，包括吃饭呐、睡觉啊，都要有按部就班。你就像自个儿一盘菜，给你一盘菜，在你碗里，甚至到你碗里，你都不能说。这里有豆腐，有白菜，我先把豆腐吃了，再吃白菜，那都犯忌。跳不行，贪心，是不是？你得什么的吃呢？你比如这是碗啊，你从这个边一点点往前吃，啊，往前吃。你饭菜可以分开，吃一口饭，吃口菜，但菜必须得一点点往前吃，啊，如果吃好了这一碗菜就能吃。就吃这一块菜，我能看到前面什么菜都不知道，那才行。要不你犯戒了，到这个这必须自个儿得严格控制自己。你比如吃饭说话那不行，吃饭坐呢就得像坐着吃饭样，你不能翘二郎腿跟那个腿啊，完了这都不为，你自个儿就都得改，这些规矩都得做。所以说，世界得从微小地做起，这才行。还有什么事？是的，就是在家供供果，供水果，有时候是那个供当天供，中午早晨供哈，中午十二点以后，十一点以后就把供果拆下来，还是搞那摆的。有时候不能天天换，这个水果就放在那放的好，还是马上撤下来好。这个呢，撤下来也可以，撤下来了就可以用了。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每天都要买水果供桌，因为不一定你每天都吃水果，只要你一吃水果的时候，就要一定要供桌。所以说呢，一般你就要求就是过午就不再供了，因为有个什么意思，就是佛过午不食。就是这个意思，提醒我们。如果你要是你已经过不食了，而且呢，你能做到过不食，那个水果你撤不撤都无所谓，就是？他主要教育你已经做到了，你想着我也没有更多时间去买水果，我就搁那供着，我也不想吃，这时候也可以多供一段，这也没问题，这可以。伤心功夫把这个撤了，伤心功夫天天伤，天天撤是那样子。
提前。那这样就是过午就撤。过午就撤是最好的。撤了，不要再早上再。他撤的目的是告诉你，今虽然你没做到，说是下午过午不吃，但是他提醒你就是以后注意，佛道过午不吃，那将来有一天，那你也过午不吃。是。跟佛学。开始的时候大伙可以说。受了戒了啊，有的往上吃过一袋，有的吃十一袋，那行吗？可以。也可以。还可以，但是你最好是 就全吃斋素才好。吃全斋。对，因为这个吃斋，像你这个年龄，正应该吃斋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老年人的血管啊，都容易这个脂肪过多啊，发生心血管疾病。吃素呢就不容易它发生血心血管疾病，因为你吃肉类大部分都是饱和那个脂肪，饱和脂肪，饱和脂肪最容易被这个血管吸收和主流的。如果蔬菜呢和豆腐之类的，它是不饱和脂肪，所以说它对身体没有那么大害处，而应该吃素。从健康那块应该吃素，何况在佛界里你吃肉必然有肉的果报。这个哈，像我们都有，像我都是家庭主妇，但我信佛了，我不吃。但是家里的孩子儿女他们吃，那我有时候呢，那肯定都给他们做点肉吃。那我有时候哈，我是那样式，我就是一上奶奶啊，给他们喂喂米，放在中间。我要再做，我还有哪能再喂你吗？还得给他们做吗？你不是不管你怎么喂你，都那都是不允许的。不是你喂这个肉，他就可以吃了。那你要也要给咱们规矩，咱就推荐人吃，不可能的事儿，是吧？那是给别人做也不行。给别人做也是不行。你这困难呢，我告诉你一个解决办法。我告诉你解决办法，就是说，他让你做的时候，第一个做，你把它做坏了不能吃的时候，给他做糊了不能吃，最后人他也吃不下去了，他以后再不用了。你想给他做，他就做。这样子有点难，犯难。不犯难，主要是你养习惯就行了。你比如说，他这个肉让你做，你给他做不能吃了，他就不吃了。这回不吃，下回还是那样。最后你主动给他做，他都不用你。几回就把这劲儿搬出来，就是说。实际上你好像你们关系弄得比较紧张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为多少人心但是你等于救他命一样，他有病的时候痛苦谁来代替？你能代替了？他吃肉必然将来有肠和胃血在，等这笔痛苦来了，你要不明白还给他们说，你明白了还硬去往痛苦里头造，作为你来讲就失去责任了，所以说呢。这个问题啊，跟他们讲清楚吃素的好处，多放那个介绍那个磁带，像那个为什么不能吃脏的那个素食那个带，那一看那傻牛啊，傻那些动物、啊，那喷出的血，那个素人看都不引人看，何况吃了，你给他放一回就不吃了。另外呢，你可以干嘛呢？就是你做肉的时候给他做坏了。你要做素菜的时候，你多做几样，你比如说糖的啦、溜的啦，做的非常好啊。你要不会说，再请个厨师做，他吃这些东西啊，比吃肉还好，慢慢就矫正过来。现在俺们家吃的就清，就是用我们手法做的净是素菜什么。要说过年过节来亲戚，怎么没办法？亲戚没有啊。我呢还是个独孤，就是做。亲戚朋友，所以说我这一天回家问我说怎么办？就是过年那功夫更关键，亲戚朋友别怕得罪他。你比如说你当老爷子有孩子过来，你无非就是叫他们孝敬你们，是不是？取得他们的欢心。但是你给他的肉，就等于给他毒药吃。如果你要给做一顿素菜，你说你们在家都吃肉了，你当我是吃顿素菜，你就等于孝敬父母，我也不要你们钱，是吧？你不用供养拿东西。你就带我吃顿素菜就行了，你看看你要不要的钱，他可乐意了，是不是？你
你要实在不行，你给他们钱。你说我给你们钱啊，你不用买东西，我给你们钱，你们吃那蔬菜就行，用钱买去，买他们吃，几回就纠正过了。没有问题，有时候你把那菜做得好好的，比肉菜要强多。另外呢，家庭生活，当你吃蔬菜，他看到你的品质而高尚了以后，他反而对你的效应更大。虽然有时候说三道四，嘴里说，但心里他服气。啊，你说说。哎，你说话。我是八仙。嗯。我学佛时间很短，就一年。嗯。从学佛以来啊，就是说，不是往深往里学习，从师傅，是吧？啊，刚才我讲，就是从上位五戒做起。嗯。哎，就是，你就把上位五戒都要把持住。那就是学佛的基础，就是包括这个三规五戒啊，甚至你就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达到菩萨戒的时候，就这个三规五戒就不能离开，啊，离开呢，那都是不行。早晚课除了念阿弥陀佛以外，早晚课按照早晚课上，嗯，就是寺院的早晚课啊，嗯、也适合在家去上、嗯，上完早晚课以后，完了再去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样可以，因为你上早晚课呢，和别的寺院都一样，将来一旦到寺院去修行或去了，马上就能跟上。要不人都上早晚课，你也不知道呢，是很难融洽。另外呢，早晚课这个是很多诸师大德经过选了再选，嗯，而且呢，就是符合我们就是五种它全都有，禅经律律教全都有那里。所以说很全面很彻底的，这是个宝贵，不要再给改，再改就没有意义了。这边我有一个要求，我想问师傅。你受没受三规五戒？我受了。你先考验一段，你考验我一段。我考验一段。我也看看你。我现在非常愿意做师傅。你戒为师。你戒为师。对。愿意。没懂有什么问题你过来问，嗯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常来了，咱俩就互相了解，是不是？你跟我说，这有一个所有他没来，要不拿来东西出示给他。好，这个挺是吧？我也有两个问题，也是我自己也没是所有。我呢，进佛今年将近三年，以前吧身体不好，学做木工。身体挺好，后来我感到佛法挺好，我就进了佛门。我也相信定心行，这一生必须成佛。但是在心情当中，就是身体情况特别不好，不好呢，完了别人也不是就说了，我以前这个练功身体挺好的啊，完了俺们上山还打拳，完了说你在颤抖，就是颤抖颤抖，太阳山打一打，就这样说。我也不知道心里总在这嘀咕，这算不算杂呢？但是那么活着，身体确实好，就身体能干。再拜佛呀，干什么？再活着好，拍一拍，打一打，颤一颤的，打到拍一拳，然后就找，不管找个上山去。这种修行是不是啥？自己心里老嘀咕。但是呢，还要是锻炼锻炼，身体就好；要不锻炼，就觉得哎呀，拜佛也难，干不了。你说我这种应该怎么办？还有别人是这样的。这个吧，就是说学佛呢，也得锻炼。但锻炼的地方方法一定要区别于外道，这个不能，我们学佛学的是修心，只要是他你锻炼的方法不影响你的心理活动，但是你不是我们感觉的说哎我心没动，所以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学中功，是不是啊？你学中功，中功在气功在佛法里就属于外道，如果我们这边学习佛法还需要一身身体锻炼，而又去学中功，实际上和修行佛法就远离了。远离的时候，因为不学它，不去锻炼，我们也不能去学那个。我们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来锻炼。你比如说磕大头啊，磕头啊，你要磕一天要磕1000个，你看身体能不好？是不是？那很好。真正身体好，还得心静。心境再配合锻炼，它很好。
有时候不一定说就得打个太极拳我身体就好，有时候我们采取别方法，你不信你拿大扫帚天天去扫大街，你看他身体好不好，是不是？他一样好，这关键是我们选择的都是我们愿意做的事情，哎，这样身体就觉得好。实际上你要仔细想一想，有很多的体力劳动我们去劳动了，扫扫大街呀，或是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把大街就给扫好了，你看心又得到锻炼，身体也得到锻炼，哎，或是磕大头，或是磕头又礼拜了佛，佛又进入我们心，又把身体锻炼，就是这一方面可以多得。你要是说你比如说练中功啊，比划啊，比划虽然比划了好像身体啊这个意念呢、啊、好像干嘛一些，但是你用了意念来指导了意念里，指导意念和佛法的修行放下正好是两个概念，正好走到一个岔道了，正好走到岔道了，所以说呢最后的结果呢心没修成反而岔道了，等你再回来修行它就不是那条道了，而且自脚不自脚就奔那个岔道了。他们那种啊，自说他也在上班，但心里在那念佛，这个也不行啊，不行，也不行。你让他一拍上往下颤了，把气还拿回头还你，他倒能静静去念佛，这也不行。这个我看法是不行，因为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念佛，你眼睛太白了，因为他那个你既然他有重工的名在那块儿，而且你去记那个他有个意念引导这个是鬼系的东西。很快今天念佛明天念佛后天就可能就不念了，再说你念的佛和原先的念佛心一心念佛它就不一样，它就不一样，因为啥呢，它有一个岔道的这块儿，看着像好像和佛法相似甚至没有影响多大，但是你自脚不自脚就走，就是相似佛法的叫符合外道就和佛法很相似，但它属于外道，所以说这也是很危险。在修行深入的时候，特别是要克服佛外道，一点都不能沾边。那师傅，像俺们这些进入佛门的时候，也都是从中庸那里中教。是，我知道。他第一个叫佛道中，说这通一个脚来嘛，就修佛上看中华说的。是，有很多呢，都能通过气功，有的通过其他仙儿。最后能改正了以后去信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原先的东西必须丢掉，必须丢，因为这个岔道很重。为什么那时候信他呢？因为在没信佛之前，因为也不知道信什么，所以说你正好这家身体可能有点病，就进入这个圈子。圈子里他因为意念和你的拍拍打打和心情的松弛，他必然身体要好，是不是？但你这种做法只能是皮肉上的东西，它不能了脱生死。你想了脱生死多大事情？你看刚才我跟你讲这么些，你都还不情愿的放下，你他已经对你的执着已经产生了这么大，是不是？已经危害这么大，就是说，我跟你说他是外道，你都他不愿意放下。你想想，这个已经产生毒素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他的态度潜移化呢，就和佛就正起来了。我明白了，肯定能放下。因为他要秀出去。秀出去就千万别知道。是的，还有一个问题吧，怎么说？他说，有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，有的时候念阿弥陀，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？俩都可以。都可以。主要是什么呢？你比如说年轻人提的是。气足一点就念南无阿弥陀，如果像老年人那就念阿弥陀，因为你主要作用最后作用在哪上，坐在哪，只要你把这阿弥陀佛恳恳切切去念去，就像那个生命整个的投入进去了，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一定唱，有的是唱用不着唱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气儿哪怕上不来呢，我就阿弥陀佛，我就是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念，
弥陀佛这种符号种到哪里呢？种到种子石里去。你念的可能是十天半拉月，或是一年，能把一句佛号能种到种子石里去，它这个才能将来帮你领获生死。不是说那些佛号帮你领获生死，是最后它是能控制一段的妄想，不是把这佛号种到种子石里去了，它有一天能帮助你领获生死。也就是说，像弥陀经讲的，要一日，要二日，要七日，这时候，这七天里有十句阿弥陀佛，也就是说，你念佛的时候，你静定心有十句佛号能进到种子室里的时候，就能了脱生死，是这么一个。在这个有的时候念佛慢点好，快了不好，这个怎么去呢？就是你不打妄想就好。但你快的不打妄想，你快不好。你要慢了就老，你看阿弥陀佛，刚才又想着家里那个，是啊是啊，那饭还没煮好啊，可能怎么办呢？那你要快吧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想着家里的饭了，这就行。快慢的主要是自己来调整。计数不计数问题。这个吧，你要计数嘛就分析，你像那有那种叫。什么法的那个，有个叫画道那个。木林僧。木林僧。木林僧，这边唱的佛号，他用唱的方法，给人心情很愉快。实心情愉快的时候，实际上这个念头已经动了，随着自己的那种歌舞而去欲找到那愉快心已经动了。第二个就是画道，画一道，念着阿弥陀佛又画一道。你的心又分散一步，不能全心全意去念佛，所以说这就不行。所以你怎么办呢？你比如说点一炷香，我这一香，这一炷香注意一下，这一炷香啊，我能念多少佛号，拿它为基数。我点一炷香，我就开始念，就不计数了。这一看一炷香没了啊，就知道。比如说念五百声啊，我已经念了五百声佛号，我再点第二炷，两炷香就一千声，是不是？就这么来继续比较好。之前说那个这个念珠感觉好像是有点跪的那样，阿弥陀佛阿弥陀这样似的，完了念珠罢了，念两年三罢了一下，可不拿念珠有没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。你拿念珠呢，那个下意识那个念头你手得动起来。你说我就念佛，我手没想动呢，没想动那手怎么能动呢？还有尾气的念头来个死作用，所以你不能全部吸身心投入念佛那里去，就不拿念佛，就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啥连身心都放下，包括手啊脚啊什么头都放下，就念佛，我念谁能念我都放下。这样的话去念佛就整个的投入就快了。如果你这边又拿个念珠，完了还得想着那别的，那就完了。还想着计数，还得念几下是不对呀、你看这全打闲套了，这就假的，是吧？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怕自己心定不了，拿念珠捻一捻，等捻一捻看差不多少就放就完事了，不要有硬的执着，这样好。是的，还有什么？你听我讲一讲。不要你说。他这个你就像说受了五戒吧，像有时候圣礼的时候还要买个圣礼蛋糕。吃了感觉不怎么舒服，还要吃，不吃完觉得像对不起孩子，这算不算饭？算不算蛋糕啊？剩的蛋糕一般都是那个饲料蛋做的。所以说你买生日蛋糕，有一些事儿啊，别等到临到头上，比如是谁过生日，是你过生日啊？不是我过生日，还总结来呀。所以说你过生日期间呢，都写好要求，写个纸条，我过生日要求，第一个要求买蛋糕。必须没有鸡蛋。没有鸡蛋。有，没有鸡蛋的啊，或者没有牛奶的啊，你就哪怕我蒸馒头，我也算你蛋糕。你自个儿蒸，或者你要不蛋糕不允许买，你自己做，自己做蛋糕，你买的说明你还是你仗你有钱，是不是？你就可以达到效，不你必须自个亲手做，闲呐。你这样，或者你我过生日，你给我放生多少多少，算我过生日，或者你
我在过生日的时候，你必须吃素几天啊，算你过生日，或者你做几件好事算过生日，你把这个生日变得佛法化就好了。师傅，那你说下山，你说喝的牛奶行？喝牛奶啊，这佛法呢没有禁止喝牛奶，但是呢，这个牛奶是属于不净，因为你喝牛奶的话，你看喝牛奶的人，他容易有牛脾气，犟啊，闷不火的性格啊，闷不火，犟。你看他说话半天，你也说不出一句话，那一句话就把你顶难讲了。实际上，有时候很多人的性格不那样，但是喝牛奶时间长了就变成那种习性了。他喝动物用动物的东西，他必然和他有解同缘分。我刚才不讲吃大地长的东西和地都解同缘分，喝牛的东西必然和牛要解同缘分，喝羊奶还有那种顶创的那种力量。他性格他慢慢的随着那去，随着畜生的性格去，所以说尽量不喝。但是呢，佛法没有禁止，比如说有病的，老年有病了，身体不行了，需要喝一段几天牛奶，那时候可以喝的。但是病一好了马上就断了，别造成其他伤害。谢谢师傅的帮助。阿弥陀佛，师傅。我有一个从几时开始，就是有时候静坐啊，或者是要休息了，跟着躺着，心里默念佛。念念是也没睡着，也没无聊哈。自己就好像去给人家讲事儿去了。说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对，不懂法，那个怎么事儿的？始终不知道这个事是怎么事，前世不开始。啊，就是说你默念佛，那是静坐。静坐。嗯。完回头呢，完就是给人讲法去了。对，就给你讲事儿去了。还是意念说死。你比如说，你可能念念佛，心里就是能有点定力了，有点定力了。完回头呢，这种定力呢，又是能教育自己。同样又能度众生，所以说呢，就出去给人讲去了，好像这个力量不光把自己死了，而且同时把别人能度了。实际上，那个别人还是你自己，不是。就是对的，爸爸有没有人用什么的哈？跟他讲还行，哎，我这在静坐，那意思就给人家说大去了。是，就是说还有一个平时爱讲的一种习性在那块儿，正好有点定力了，顺着劲儿就走。他这个特别讲了几个问题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家离不开啊，另外这个他说啊，就是在家看地藏经，学佛呢看上人讲了，不论去哪一门必须要学楞严，不学楞严开不了智慧啊。最近也有同学说啊，不学妙法莲华经，再好学的再好也不能成佛，用这些话都不对的。所以说呢，因为佛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啊，这个至于能不能学楞严经，主要看自己的这个和妙法莲华经，主要看自己的能力。你比如他六十多岁了，而且自己的能力还有限度。就可以看一些比较浅的，文化浅，可以学《金刚经》啊，看《金刚经》，因为他学净土，学净土是好事，但是你一定要悟自性，自性是净土，自性是弥陀，
这个很重要。要么你这个劲儿啊，往往都往外使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从西方来了，实际上你已经去找到一种万物的西方这种境界了。这不是真正的学佛。学佛你知道，不管是西方来、东方来，都没离开自信。不管是外面来的和内面来，都是自信的变化。你这样学佛才会深入。所以说呢，有时候学净土的一定要学学《金刚经》，这个很有用，可以告诉他学学《金刚经》。完了，他再就是，说不看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学的再好不能成佛。这种说法呢，就是有部分的强调了这个经，经是什么？经是文字。我们通过经来去掉我们思想和杂念，只要是去掉我们思想杂念，都可以成佛。不是哪个经能成佛，哪个经不能成佛。就你送了妙法莲华经，也不见得你能成佛。因为如果打妄想，那也是白送。只能种点善根。如果你要是不打妄想，就一句佛号，他也能成佛。你要如果送金刚经、送楞严经，那就更好了。不管送哪个经都是好的，但是呢，不能说送哪个能成佛，送哪个就不能成佛，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。因为经就是拐棍，就是让我们找到这条路。你比如说腿，我们不能走道，我们借个拐棍，我们就可以走道。那经就是拐棍，来帮助我们走道。但是路还得你走，它只是一个方向，就像指头似的，人家手指头往上指，你不能说它就是月亮，上面才是月亮，它就是经。经告诉什么意思呢？你上面有个月亮，你只要是你不把这手指当成月亮，你能瞅到上面，那就是你学经的目的。说这个呢，一定要明白。要不明白，有时候就甚至有一些说法就诽谤说法，就是照人解义，三日和含冤，等等，把寺院电话号码给告诉他，有事情可以打电话问等你等讲完了，我再给你告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是吗？你说吧。有时候要是诵经的时候哈，那一些乱象要是遇到特殊情况哈，那经没诵完，然后那要是那会儿再怎么办？再补了，接着诵啊。接着诵。就接着诵。你比如说诵经的时候，正好有事儿，那我有经我就先放，把那号记住就行了，或者页记住叠它，放好了，页别叠，就拿东西夹一下，就放了就可以了。等到事儿办完了，回来做你的解诵，可以，没有说哎呀，我送一半经就不能成佛，没有那个，佛的一句话都可以成佛，何况你一送那么多，是吧？有时候那些人说法就有点太过分的强调了整体性，每句话佛的话都能成佛，只是我们没有深入了解，这可以。念佛号吧，一般都是那么讲，都是一千多少往上嘛。完了呢，就老站着嘛，就嫌抬着呢，跪着呗，也不行，没办法就走，顺这个可以行吗？可以吗？行，走好。走吧，脚着就抬哈，念的时候还能心情还好。行，累呗，轻一点。但是走你得注意，什么都往右走。就是不知道是往右走。对，往右走。就给佛前这么转着走。可以。可以哈。对，往右走，这允许。要不然随便他赔不行，就这有长行三昧，有半行半坐三昧，其中行不断的走，不断的念。就是。要不你站那块儿，这时间长太累了。我现在算的偷懒了。我不算偷懒，是应该。那跟那坐的那练习可以不一样？也可以。可以哈。但是那个。有两种修法，
一种是常坐三昧，一种常行三昧，还有半行半坐三昧。有的是我就专门走着念啊，你比如说那个打跪那个跛周期，就是90天，不坐就是站着，啊，就是站着走，就站着90天，啊，那是一个跛周期，啊，你比如说还有打那个禅期，一坐一甚至一坐好几年，就是坐，啊，这也是一种常坐禅，也可以坐一个小时，走一个小时，这都可以。吃素和吃斋是不是一回事？吃素和吃斋啊，有点区别。这个斋啊，真正能承继斋，只有是佛教能承继斋。现在，但是那个回民他也叫斋，是吧？他也叫斋，但他吃牛肉，这个斋那个斋，所以这个界限呢就不太清楚。主要是我们应该是这么理解，这是吃素。而且严格按照这个吃素的方式去做，那才能斋。而且呢，必须过午不食啊，过午不食啊，而且呢，这些都得做到，那叫斋。如果你一天三顿饭晚上也吃，那就不叫斋，只能叫吃素。是不是？它这个戒律根才能成为斋。斋戒，斋戒，是不是？斋后面还有戒呢，啊。他买那个素食，你说素食肉啊，素食丸子，素食什么，那个算不算是？不能算，虽然是不杀生。他那个动他全身的什么肉都不什么肉的。不管虽说他不是肉，虽然没有命根，但是呢，他的杀心不断。很硬。跟心不没有心还是坏心，是不是？他还想吃人家嘛？佛法主要修的是心，完了他那个意念还是要杀心。你比如说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这件有一件衣服格子啊，比如说是其中有一人放着就干活儿把衣服放了，因为你呢格子过啊，就是你认为啊这件衣服是谁扔了，这没人要，那我拿走了，你拿走了，这就不犯盗，不犯盗的，那一会儿那人来找，说你怎么把我衣服，我不知道，那我给你吧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以为没人要扔那块儿，他不犯盗窃。如果有一件衣服你搁那搁着，虽然是没人的啊，就是人就扔了，但是你合计，哎呀，是谁的衣服放那块儿，我给他偷走吧。他又有偷心，拿着这件衣服，虽然没主，但他也犯盗窃。就像你那个似的，虽然没有生命，但是你有那个杀心，同样也是犯。还要帮我买素食肉，我想这个东这么香，这香肉吃完能吃吗？你今天呢是吃素了，是不又不吃了？你吃那个了，等过两天呢，寻思他不过瘾，还回来了，最后又回到那块儿，所以不能那么吃。杀心没断。过去啊，有一个将军到素餐馆去了，素餐馆去吃素，都知道他吃素。他进去吃素，那个饭馆老板为了讨好他，做了一桌子素菜，什么素鸡啊、素肉啊，等等的，就拿告诉你看看，将军来了，来上我们这个小餐厅来了，对我们有一种啊什么什么光荣啊，我给你做了素鸡、素鸭、素什么的，哇，这将军把桌当时就给走，他说我吃素你不知道吗？你混蛋，你叫我吃荤。那将军都知道，虽然是没有用，但是你名还是混，他都不是。所以学佛人不能开自己方便，但相对来讲，比使用的要强一些。但是还是吃素的应该用不着去为那个味儿。现在我们就吃那个豆腐，有一种豆泡，不是豆泡，就是叫什么豆腐。书记豆，书记烤出来那样。它不是，就是那份带团的那份叫什么豆腐？就是豆腐，就是豆腐皮做的那玩意儿。就是那个书记豆腐。不是，是一种圆的，就是很早以前就有那种，就是。
就是他那里就有点，可能有点稍有点大料味儿，或什么味儿都没有。都管。哎，就那些东西我们吃了，现在就是头都疼，恶心，吃不了。哎，越吃素它越清净，越清净呢修行越得力，越得力的时候那些东西一点都沾不上。这个心呐，你要保持一个清净是很不容易的。如果你要是你想一想，你吃了那些荤东西，不是荤东西，就带有那种形态的东西，同样那个心它都在退步，哎，影响修行。就是关于受苦的事啊，你说好比说这个老居士已经受戒，这一年都是按照时间按照规定都吃的挺好，挺严格。你到就是到过年春节的时候，不到过年春节的时候，这一家人都团圆。你看那个本来就是30、39都是月末的感觉，都是的在日子内。那你说三十家搁那点饭？那应该怎么处理？如果要是你要是不吃，这阿姨就说了，你看看你这老人，你说你都过团圆，你要乐个客，你跟那边解决，想耍特殊还是耍的还装香，你就像有个孩子，为了叫他们高兴一点，那应该怎么办？如果要是吃了，那是不是这一年都吃的挺好？就唯有这个年末这两天没吃好，这是犯戒。是，请师傅开始。这个犯戒。虽然你因为这亲人呢，你让他高兴，犯戒，不光你犯戒，他们也跟着犯，他们促成你犯戒，儿女都有罪。那就应该是还跟平常一样，应该戒着到底，有恒心。另外，提前做好工作，提前打好招呼，说你啊，过年过年之前，你说你上我这去挺好，但是呢，我不能随顺你们吃，知道你们吃不吃我不管。也不是说你们可以吃，也不能那么说，你不吃也不能叫别人吃。同时呢，我自管我自己，我这过年呢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是不是？伺候你不容易，你得让我过年过得愉快。你别让他过愉快，以后你让我过得愉快。像这事儿也不能随顺，不能随顺，一点都不能。就应当是不随顺。哎，对对，不随顺。要修，觉得应该有恒心修。对。但是你怕得罪呢，提前说好。就是应该不应该随顺就是。对，提前做好工作，别等其他。这时候呢，还有那么时间是俺们在家居士，如果要是吃这一天有个特殊的劳动，非常就繁忙。你先到12点没吃晚饭，这是应该就饿一天，很简单，饿一天就完事了。就是因着饿也不能吃。哎，对，你饿一天呢，它有好处。你看着你吃戒了，好像这顿饭你没吃到，是好像缺营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佛法你得到清净，那就是最高的营养，最维系的营养，它比你那个物质要强得多得多。啊，谢谢老师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你说要是吃素的话，平常因为咱们吃素吧，但是家里人嘛就说了，你看你吃素了，又有病了，身体又不好了，像他们说这样的话，是不是给他们造口业？就是说他造口业啊，也是造口业，但是呢，同样也锻炼你的决心。你别考虑造口业啊！你是考验我，你做这些，解决完事儿。那要是圣母戒的话，就必须得吃素吗？就是做人来讲都应该吃素，不是圣母戒才吃素，做人都应该吃素的，是吧？不能吃肉的。谢谢。不要打。